vlog 来喽！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是你们运动的小彩虹的一天。我晚上图图约我去飞盘，然后呢，在飞盘之前，因为我现在要去滑一下我的滑板，主要是你们老是催我，就是拍一拍滑板的 vlog 啊，或者是运动的 vlog。那今天就行吧，咱就安排一下吧，穿个护具，对，走。咱就是说滑板一定要带护具好吧。哎，每天就是要催我拍拍拍，行吧，妥协了，拍一个吧。噔噔，小区里有很多人在遛弯，天气好好，好舒服，啦啦啦。哎，我只能这样，给你们看了。我今天接到很多很多盘，我还是挺 OK 的，主要是前面跑得太开心了，忘记给大家录我的反应。我现在去补充一点碳水。拿个小面包吧。买点水果吃吃吧。水果，这个点儿吃个什么好呢？山竹，太早，不行，我咬不动了。希望大家就是空了的话，就去飞盘飞盘，去跑跑，去运动一下。真的飞盘会上瘾，在场上一直跑一直跑，盘在哪儿我在哪儿，很累，但是非常开心。真的好狼狈，啦啦啦啦！哎呦，今天的 vlog 就真的到这边结束了，拜。
个麦，晚安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拜，真的拜了。